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好像要画一下眉毛。大家好久不见，我感冒好多好多好多。早，家树早，听起来蛮严重的。你说现在的声音吗？洛克哈喽，我刚说早吗？怎么回事？谢谢吉米周的告白气球。哈喽德全，哈喽青云，哈喽家树，哈喽晴天，哈喽莫寒，哈喽 Kate， 哈喽浩毅，哈喽，这是抹茶。身体好一点，好了好了，鼻音还是有重，真的吗？我已经觉得很，现在这样子没有鼻音了哎。艾瑞克晚安，因为我前几天声音有点，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声音是沙哑，我今天早上起床声音超级烧瞎，然后就是那样子，现在好很多了。大岛变熊，福福妈 ，hello，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鼻音哎，虽然我昨天只是乱跑出去跟杰星吃了拉面，拉面很好吃，拉面超好吃的，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很好吃，我再晚一点，到时候。我跟杰星有拍一点点照片，再发给你们看。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的鼻子是通的。瞒得我们好苦呀！你说什么瞒得你们好苦？这样还能跑哦？那拉面是挡不住想要吃，不，感冒是挡不住想吃拉面的拉面魂呐。有回去再看一次吗？不要有图，有，我已经回去看，我昨天回去看，因为我上礼拜看嘛，我就把药吃完，我想说，哎，怎么好像还没好，我就再去看了一次，我的药现在在这边，我有乖乖去看医生哦，我的药，噔噔，然后我还跟杰青去逛了一小小的街。果果初登场独自扔那三套呀，对呀，你们喜欢吗？我很开心哦，你们开心吗？坤坤、安安、志祥 ，Hello，Hello， 阿玲、阿奇，是阿玲还是阿奇？玄耀晚上好，没有复诊，有我有复诊拉面魂，我也是很喜欢吃拉面的啊。大岛变熊，不开心。这不是，这是幻影战士大岛变熊，是什么？大全套吗？超喜欢的啦，喜欢就好，我自己也超喜欢。我现在有是宕机的状况吗？我的荧幕宕掉了，等我一下哦，没看到垂心肝。回来了回来了，我的喉咙那里唱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就不看得到，没有看得到 ，OK， 我刚刚
除了一看到你出场双忙叫乱拿出你的牌牌之外，很开心。你是不是很像是还把我的扇子掉地上？因为呢，我好像是进场的时候就想说，请问，怎么看到我在地上？我是大健的哥哥大便，大健 ，Hello 九九。我会不会是变成一月限定蜘蛛啊？我很担心哎。希望不会。你喉咙有烧虾？好像你看，我只要一讲话我就会烧虾，因为我刚刚已经很久没有讲，因为我昨天喉咙很不舒服，我那种超不舒服，这最不舒服的一天。然后呢，我早上去学校考试的时候，跟我朋友狂聊天猛聊天，然后放学之后。就跟杰星狂聊天猛聊天，然后放学回家的时候又跟国妈狂聊天猛聊天，就我今天早上起床的声音真的是不见，我讲话的时候就很像是现在的更糟糕。这次怎么没有试呀？试呀去工作了，希望下次还会有。我不要医院一定会有崩溃，从旁边的栏杆缝隙掉出去了没？我应该捡起来给你的，我是不是？哎，扇子掉了，但那时候我赶着出场。舞步跟走位都很顺，不错。我其实很紧张，就是我觉得晚上好，我希望我多喝水润喉再聊天，狂聊天。Hello， 你乱来该打，再长大去拍戏哦。再聊天，不是，然后我要讲什么来着？你竟然给我忘了拍独自说，不是，对，我要给你们讲为什么我会忘记。我想说，天啊，我怎么会这么？紧张到忘记嘛，结果不是，是我的整个换衣时间呢，我都在别针，因为那套有点不符合我的身体，所以我换完之后呢，我找了各式各样的姐姐别针，因为有点难别，然后又怕，因为竹之中那套比较性感一点嘛，所以呢，如果很松的话会很害怕。不小心可能有走光啊之类的，所以我就在后台憋针憋了很久，然后我想说，对啊，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没拍，算了，对，然后呢，好像憋完之后就上台了，有没有别人找你拍呀？没有，那时候在弄衣服啊，所以就来不及，啊，把你去公司借那套衣服补拍，很像是可以的吼。你为什么没有改名字？欢迎战士。我觉得我声音好难听哦，刚刚明明还很好说，就讲几句话就。我要去看医生，大健，我还要去回诊呢，我还要去复诊，我复诊，我换了一件医生看。哎，脸很丑，脸很丑。等一下哦，好了，我是有眉毛的人了，喉咙不舒服，说话不要太用。哦，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回来了，哦，我回来了，啊，太舒服了，希望大家讲话不会讲一讲，又突然直接变一个人。还鼻塞，有去看医生没有 ？Hello， 笑笑，请问，想说可以问问 Steph 有没有拍到你在舞台上？哦，有，应该会有。我到时候再发给你们看，如果有的话。最近 staff 会拍完之后会上传，所以如果有看到的话，我就拍给你们看。该快好了吧？还没好。对啊，感冒一个礼拜。
随便拿一个药袋，看看你刚刚状况，至少还要再去回诊一次，看你真的假的，我不用了吧？你看这是我的药盒，很可爱吧？我有去回诊啊，不然难道你让我拍到？我有拍日期给你看啊，我难道你要我看是哪一间诊所吧？我很好被找到吧？很好被找到，我看到你在边边，我还看到吉米周也在，他在你的对面的右边的边边，我看到大家了。上次看了医生药，是你没有在认真看我的现实动态吧？你不用，我觉得保险点呢、啊。我不喜欢你的吃药，我真讨厌吃药。我还有写日期耶，你乱来，上面名字又不是你。我不是郭欣，我是谁？我昨天感冒，不过今天早上看完医生，吃完药就好了。我已经吃了三天的药了，我还没好。可能医生开的剂量比较低吧，就是。看到我读蜘蛛，也看到你，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的蜘蛛会不会太。表情太呆，我感觉我自己很紧张，我有很努力，就是你知道吗，我有很努力想说性感一点，就是我有努力想要诠释出很魅力的表情，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你是郭欣宇？我是啊，郭欣上面写郭欣王1284，就是你这个彩带大爆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个日本人吗？谁？妖魔里，妖魔里你好，妖魔里，哦嗨哟，こんばんは。你可以现在重选一下，现在就是我就跳舞的时候我就这样，这是性感的表情吗？好像不是哦，就是有吗？不行，太久会害羞。你是想丢到第三排就失速？对，你怎么知道？我只想丢到第三排，因为第三排坐着大人物啊。有看到果果偷笑？你说蜘蛛吗？你有早？我有早睡，人不舒服还是要乖乖吃。我今天可能播一个小时而已，因为我不想要讲话讲太久。我知道你说谁。结果我就没听，你骗人。还有几次狗狗没听，就真的很难不笑哎、欸。狗狗最近还有跟猪猪，有啊，猪猪要我转达你们，等一下啊、哦，狗狗性感笑死我，什么意思？猪宝宝说依依好像可以哦，是要求德全买深邃的表情。一月深血该买起来了吧，虽然我还没有那个发现是动态，但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谢宝贝帮我跟粉丝们说，谢谢大家的鼓励，我努力养好身体，这样子。讲好了啊！谢谢呆巴的列车旅行，谢刷子吗？谢，这就身体怎么了？Hello， 彪彪，这是十米仰上，然后用拐杖过去，直了。嗯，你的脚还好吗？所以今天直到9点，谢拿着到9:20，9:10，我哥有看到灯，有，我有看到灯牌，是几米钟对不对？是几米钟对不对？我有看到，我还要指你的灯牌，我好喜欢，那是灯牌，也是果果的灯牌。我今天咳嗽有比较好一点，我跟你们说，礼拜一是两边鼻子都塞住，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讲话，
就是我讲话我还变成这样子，我就超难过，然后我喉咙超痛的，然后我整个就是诶。果果看得懂日文吗？我看不懂日文，但我听得懂才怪。我听得懂一点点点点点点。好了，我先去忙了。大健，你要去哪里？我今天只开一下下耶。手手预备，我预备好了。我想问彪彪是谁？你病玩到例子，你鼻塞和喉咙痛，对啊。三二一，鼻音很重。什么手手？我准备好了我的手手。是红包。谢谢小吴的红包。拜拜，我挂听了。你去哪里？你们都要跑掉。Hello， 阿翔。Hello， 杰黑杰克夫妇猫，有要跟你们打到招呼。Hello， 阿北。Hello， 陆克。感觉错过了一个，对不起。我昨天晚上突然很想我去洗澡，好，你赶紧去，又发我卡。我赌输了，赌你没去复诊。哎，为什么我会去复诊呢？我其实没有很想去复诊呢。对啊，我昨天怎么会跑去复诊呢？你看着就好，不要讲话。好像是我昨天喉咙真的很不舒服嘛，对，我喉咙昨天真的很不舒服，就是很自己感觉很肿的感觉，所以我才去复诊的。然后医生跟我说，我等你聊完公演再回来。为什么你在勒索我？哎，你想被我修理吗？干嘛去复诊？大家可以看，这都认错。有我认错了，长得很像哎。医生说就是普通感冒，然后医生说，谢谢陆克的告白气球，你好陆克，谢谢告白我忘记，谢谢陆克的告白气球，你要乖乖。医生就说普通感冒，然后喉咙发炎，然后他说我有过敏性鼻炎，他就说我的鼻子有看得出来有过敏，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所以。志宏晚安。啊，不对啦，志宏是这边，右边是小吴，左边是志宏，然后前面才是吉米周，然后这边还坐着小生，然后这边坐着德全。请退后，直直盯着镜头。好，我退后直直。那我要梳一次，顺一下我的头发吗？这。爱的熊抱，谢谢谢谢爱的熊抱，嗯嗯 ，hello 可爱的熊，谢谢小吴的爱的熊抱。那你有床，你怎么知道这些人？爱的熊抱，结果你就破冰了，是这样吗？他没有讲哎。他就是说我的鼻子有过敏，这样我就说可是我之前没有过敏啊，他就说那可能之前就有过敏，只是过敏源好像还没有爆发之类还是什么。果果这次比较谢谢。有吃润喉糖吗？有哎，我有吃枇杷膏。我那天因为我们 Daisy 不是毒哭吗？我们 Daisy 不是很多人都感冒。你声音都斜了，我们不是感冒吗？我们很多人感冒，然后因为我那天就想说要，因为要唱歌嘛，然后我怕我声音很可怕，
我喉咙很痛，我就带了，我就不会念，真的很棒哦，谢谢那天。某某跟巧迪都中箭，我直接结束之后发来哦，感冒的来找我领取枇杷膏。我知道你最想要这样直接了当的夸奖，谢谢小吴，开心。因为我会生病，医生给我理由都是这样。哦，好像有点道理耶。鼻涕，可是我过敏，鼻涕好像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哦。喉咙病菌感染，好可怕，听起来。最近疫情很像又变严重了，大家要奸商吗？某某是病，你们很多人都感冒被你，不是被我。直接了当的表现很棒。新公司我也喜欢新的公司，找我新的公司法我也还蛮喜欢的。我想要唱歌，希望不要再升级了。什么声音？什么什么声音？我也很喜欢这次的公式，这次 Tika。你会不会就是我的过敏源呢、啊？你说说，你是不是就是我的过敏源呢、啊？你们要不要直播录课有梗哦？他哪有啊，你直播我也超喜欢公式照好看，谢谢。你们喜欢我的新头发吗？我喜欢这次公演的发型，然后公式发我也喜欢。晚餐呢？晚餐吃饱了，晚餐吃干炒牛河。我最近是港式中毒啊。谢谢阿健的告白气球，阿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阿健，你有来看这个礼拜的公演吗？上个礼拜某某的爆料也太猛，我买罐罐给你，你花了两个小时化妆，其实没有我真的是花了快三个小时，老实说。我最近好喜欢吃菠萝油跟那个港式，我今天吃干炒牛河嘛，然后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我们已经连续吃了两个礼拜的一个礼拜的菠萝油嘛，我现在已经晋级到两个礼拜了，我现在已经晋级到吃了两个礼拜，可是我因为这两天，哇，你嘴巴很臭哎，我，你打哈欠我在这边都闻得很臭，收给你。你会可以挑战平衡的化妆记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化妆化这么久哎，我化全妆的话一个小时到一个半，然后呢，卷头发也差不多一个半，或一个，扔了吧，你说把我的猫扔了吗？我也这样觉得，把你扔了好不好？什么的，对，我今天有少数，今天没有吃，或许 TK 也认为你很臭，我才不臭呢。哈娜比晚上好，当天在后台还卷头发，卷头发。那你挂着港式粉丝吗？粉丝。嗨，小声。好臭，好臭。好臭，好臭。三小时，而且我其实我还被我的妆发老师称赞说我的头发卷得很好哦。你
打哈，那我打哈欠，你小心我打哈欠哦。谢谢小声的晴天娃娃，我有看到你哦，小声礼拜天的时候有那个、啊、很痛哎、欸。嗯，有可能吗？你认粉丝？礼拜六，不是，我们是说三周年的时候。田中很久没来了耶。他的猫抓给没错，一切都值得了。谢谢吉米周的告白气球，在哪边边的位置？那又很边边啊，好痛！踢个脸白目哎、欸！我跟布诺吵架，我还没跟他和好哎、欸，布诺，布诺。我奶要不要吃？对呀、啊，你们要看一下我的水饺吗？水饺一号，水饺二号，水饺好多号。水饺们怎么卖？波娜要不要吃？波娜，波娜你来，波娜，波娜要不要吃？你看他不理我了。波娜要不要吃？你看这是什么？我骗你。他今天乱吃我的饭呢、欸！我今天吃完饭之后，我放在餐桌上，他跳上去吃，我超生气的。这玩意还要人？狗狗 ，Hello， 人好，你为什么乱吃东西？啊啊！我要问国妈，等我一下，我问国妈。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带他去看医生，结果。你们这样会听得到国吗？嗨，我在直播，你有把 Bruno 的耳药带走吗？没有，在桌上啊，在小桌子啊。啊，小桌子哦，好，那我去帮他垫。你不是放在那边，我没有动啊。我忘记我放在哪了。在那个客厅桌子上。OK OK。嗯，拜拜。什么什么呀？皮卡，皮皮，皮卡过来，皮，嗯，嗯，我呢？你看踢哪个？你打他，这个打他。安娜。好朋友，你们是好朋友吗？不能踢卡，不能踢卡。有猫，娃娃的反应。我说地板的猫是，踢卡打他，踢卡打打，踢卡打打。把我要打起，你们躺好，你们当好朋友就好。好，那好朋友，好朋友，好乖，好乖是好朋友。你们感情很好哎、欸，你们感情很好，你看他们感情超好的。你们是感情很好的好朋友是吗？
波呢？我看你的嘴巴是不是很肮脏？你是把他们当成背包？我看你嘴巴是不是油油一圈？你为什么今天乱吃饭？你也乱吃饭？你为什么乱吃饭？你先走。Bono， 你看我，你看我，你怎么今天乱吃饭？你不要跟我撒娇，你今天是不是乱吃我的饭？嗯，你乱吃我的饭，你要跟我道歉。Bono， 你为什么今天乱吃我的饭？你说，你就是乱吃我的饭，看我，你乱吃饭对不对？你不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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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你不，哦，你不乖，你看还跟我撒娇，你不要以为你装可爱就没事哦，大家都看在眼里，大家都看到你这边犯罪还装可怜，求原谅。啊，吃一口，你很大一口，好不好？你不行，你是不是以为你很咬我？你咬我？不可以！不要咬你自己！你不要咬你自己！你平常好像也是这么对我们，对我们这么，你明明装可爱也就，我没有啊，饭你吃我的回来，你就给他吃没关系啊，不行那个很油哎，那个超油，我吃干炒牛河哎，你干嘛坏人拿第一个手拿布，制造对立。太小了，小很可爱，好可爱哟、哦！那个 Hello 夜风明月，难怪布布讨厌你，干嘛常吃港式？哎，我好喜欢吃港式，那确实是太油。对，你看他现在，因为他而且他过敏，他真的不能乱吃东西。不能，旁边这是这是。这只比雨林那只更有戏，真的吗？所以果果我们约好，你说。你。哦。你看我吼到他就会跟我撒娇，我们习惯了。欢迎战士来，嗨，欢迎战士。Hello， 黑流星，晚上好。我肚子饿哎。不好意思。你们果果感冒，我好几年没有跟我撒娇，还是不能懂事多。你吼我，我还要跟你撒娇。Hello 玉。你吼我，我当然就吼回去啊！你们公演时拍的群照也太好笑了，都是雅的字，对吧？是雅的心，就算他人不在，他心里还是与我们同在。而且是雅还特地赶过来耶。感冒不要碰虫，真的。我们的声音真的是很难听。
看到回答的罐头鱼，想到这是 catch free， 我也被搞混。不是，你知道吗？你们那时候我就有点忘记，因为我每次上台之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忘记，我真的忘记。然后呢，你们就在下面喊，你们在下面喊你哭你哭，神逻辑呢？那我跟你撒娇，不能要跟我撒娇。那我在下面，因为你们好像是知道我会忘记，然后你们就在下面提醒我，然后呢你们就说你哭你，我听到说哦是你开头，然后呢我说啊，大家麻烦帮我喊你哭，啊随便啊，以后就说大家好，我是最喜欢吃。托尼好像是这样子哎，是不是原本是这样子啊？是我自己搞混了。大家好，我是最喜欢吃尼库的，还是大家好，我是最喜欢吃的托尼，是哪一个？甜甜圈，谢谢呆爸的啾啾你哦，谢谢。好的好的啊，好的好的，他不见了，你每次都忘记了。你当天让我忍不住大声吐槽。你吐槽了什么？吃泥哭吧，跟泥哭跟哭泥，哦，两个都要喊呢。大家好，我是最喜欢吃的。我知道，我以后都给你们喊，就不会有忘记的问题了。哈！大家麻烦等一下帮我喊泥哭跟哭泥哦。对，没错，两段都把麦克风给你们就没问题了。果果为什么怕额头啊？我不是怕额头，是我没有化妆。然后呢，我这个特效消失的时候呢，因为这边你们有看到吗？这边现在有个很可爱的腮红在这边。然后它腮红不见的话呢，它会剩下什么？剩下黑眼圈。害我直接喊你哭啦！这是哭你，是不是？其实你们也搞混了。还是你们在欺骗我的感情，你们喊你哭，你们提示我提示你哭，哎，是黑眼圈啊，所以就是要遮好。哎，戴爸爸，戴爸是戴爸，你是台北人吗？很像是没有问过你吼。没有用，我的黑眼圈是天生的啊。我的黑眼圈是天生的。要喊你哭是要让我们喊哭你，对呀，是要让你们喊哭你呀。嗯，云林哇，好远呢。大家好，我是全新人陈柔。听到我的吐槽了吗？从小没睡，要先英语成中文，是吗？是吗？就是你要多睡觉，结果你我真的是天生的啦！我等一下我再找一次照片给你们看。我跟你们说，我前你们记得信义区不是有那个咒术回战的快闪店吗？是快闪吗？好，反正呢就是。他的快闪店之类的，或者是不是快闪，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拍，就是这种照片的机器，就是你可以去投币，然后你转，可是转出来的照片是随机的，然后呢我就好想要转哦，但是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转，但是我只喜欢这张照片，然后呢我也没有想说我会抽到这张照片，我就这样滚一滚，然后掉出来自制刀的时候我超开心的，因为我只喜欢树挪而已，还叫做树挪。我是喜欢吃哭你的泥苦，不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上个月还弄反。我上个月哪有弄反呢、啊、我上个月没约好这次药吃完再去复诊。好，那如果我好呢？你怎么那么强？你说你吐槽什么？哭你啦，炫耀欧洲人，是国爸推荐你，当然。我现在甚至还在看鬼灭，可是我因为我是跟国爸去看无限列车嘛电影版，
然后呢，我的鬼灭的前面呢，除了无限列车前面，我只看了好像两集还是一集吧，我就没有继续看了。然后呢，最近这个什么油锅篇出来了，我就从油锅篇继续看，我就很开心。我想说国爸听到一定会很开心，就是我看鬼灭一样再去看。好，我跟你打勾勾，因为我会去看，因为三年，因为下个礼拜要三周年了，所以呢我会好好顾好我自己的。然后呢，国爸会很，你喜欢看鬼灭？国爸，因为就是国爸就是喜欢我去追他追过的剧，就是他觉得很好看的剧我去追，他就很开心。然后因为他以前好像是因为莫名其妙，就是他越来越爱看动漫，因为以前他看的都是那个嘛电影，就是那种欧美电影啊，我就是会比较喜欢，比较有兴趣看。然后呢，就是动漫我真的以前没有那么有，就是觉得还好，但我现在就也还蛮喜欢的。前面先去补完，对，他就我小时候他会很开心，就他说你不行，你一定要补完前面，你看后面才会有那种感觉。我就我不想，不要再吸体格了、啊、为什么？一样很好找，好的、哦、没问题，我会好好关心你的，比较精彩一点。我也觉得有个话题很适合你讲云林，我这里也有很适合你的代吧，我站在云林，这个是我站在云林，果然是国爸。对啊，下礼拜就是三周年，你会看摄影机吗？当然会，丹南丹南啊啊，我是看，对对对，很像有听你讲到，嗯，因为气味点嘛，每天都小盒子叫你吃，我会记得吃药啦。是四个小时吃一次，还是六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啊？我要去帮布诺踢个布诺点药。你要点药了，佳佳要不要吃呢？你看，过来，好，点药。你现在这么严重，应该。他的耳朵黑， Bono 长那个耳疥虫还是什么的，他的耳朵味道很重。绿豆大小，奶奶，奶奶。
你有咽到你的耳朵里面了吗？有吗？如果这边好肮脏哦，买个洁耳液。有啊，他平常也有在用。我不想要让你们看到他的耳朵哎，我怕你们会觉得很可怕。等等。谢谢小吴的告白气球，跟志宏的 kiss 啾啾，跟志宏的吻手。你今天你的狗子还好？还要跑？你去哪里？你还没点好药哎。等我一下，对啊，因为它会很痒。没了，拜托夹我！羡慕被狗狗咬。我看我家狗的耳朵看习惯，你家狗狗耳朵也会肮脏吗？它太胖，跑太慢，总是被我抓到。你看它的手手，温暖。好臭呢！你的药呢？就那边。等等。哎，他的药被我丢去了。大家就说：“哎，等我一下。”我要点药了，等我一下。好好好，我点药了。
大家好。耶、yeah, 我抢到了，我是 AKB48 Team TP Uni Daisy 的，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国心与果果，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 快点来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快要破9000了，我期待它赶快破万，追踪我可爱的猫狗主播。我就是在发呆，干嘛吃耶、yeah. 是哈，我是 Uni Daisy 的，你看不暖温暖好棒啊，温暖好棒好棒，小温暖好棒啊，你不开心我，你他刚刚在瞪我吗？温暖，温暖好棒啊，温暖好棒好棒，你别生气呢。斜眼看，好期待，对呀。但我依旧没有想好要穿什么，很难想哎、欸，我真的还在想。你也太可爱，什么味啊？赶快一万人，对，赶紧追踪我，没有追踪不能抢红包哦。这种长耳朵型的狗要固定接耳仪，还要固定把耳朵拉开，要怎么拉开啊？以后我拿那个夹子夹住。你不要在我的床上翻滚，咻咻！这样我床上会肮脏哎，只有 Tiger 可以上来。你不要在我床上翻滚，只有 Tiger 可以上来，你不可以上来。好，那你可以上来哟，开玩笑的，你上来好不好？你上来哪？我乱讲的，但你今天真的不能上来。因为你偷吃我的饭饭，温暖可爱，温暖可爱，温暖可爱，温暖好棒啊，温暖好棒啊，温暖好棒、啊。异物，可是要怎么打开啊？如果把它翻开的话，它会自己翻，它会自己甩啊。擦皮带。我要是普鲁娜听到这句话，觉得离家出走。啊、哦，用个夹子夹住，真的假的？看你想要什么风格，还是要问我？你们想要看我穿什么风格？我会收取你们的意见。我指定你了，太好了，谢谢耳机宝宝。整个浪送啾啾你哦，最可爱的直播就在这里。该准备关播了，没电了。你的、我的手机没电了吗？教官，我有听到，伟追没来，他应该在忙。还是要。借深鞋的衣服呢？我可能一套穿深鞋的衣服，一套穿自己的衣服，还是我两套都穿自己的衣服啊？穿全照样。不要太强，会让狗狗的耳朵受伤。哦，我听懂了。我换我过敏，对波波来说这样的方式好。
笔写风格，好好把握今年的握手会。为什么？什么意思？希望这次可以抽到纸笔。你们下单了，那万一我发了很多照片，你们就受不了，然后又要想要多买耶？为什么我被激活？握手会不能到三周年会？好的，国昨天我生日，你是认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才刚生日完呢？大家要去流浪了吗？我会砍半，为什么？为什么？生气。嗯，为什么不行砍半，只能增加不能砍半，或者是你只能不，你只能那个维持一样就增加，没有减少这个意思，没有不行减少。那我就穿去年的我就穿去年的万圣节，不过我是真的假的。买了又买，我要跟你说哦，那我跟你说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耳机宝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耳机宝宝生日快乐。嗯，那你先讲说为什么你要剪呢？你要讲一个原因啊，业务文还是发价才能？当然，我肯定发。再增加我就剁手。离截止，玉安，升快，我好怕，请不要我，我要主场的。他不在我。想没有来开玩笑，想要你，我生气了。Buna，你在干嘛？奶，两杯奶他全不会。确实只能对吧？加速你会来吗？你会来握我吗？明天再补档，明天下班要档，那赶快去休息。我是不是也要下播了？我在过敏了。好怕副作用。莫德纳是 BNT 的副作用，莫德纳是 BNT， 莫德纳副作用是，咦，红包，请问我的猫在搞什么事情？我还没有抢到 ，Oh my god！ 耶，我抢到20个，谢谢耳机宝宝。你可以约他吃好味。111张，所以你是不是加推了，所以才要减半？你是说我111张吗？谢谢呆巴的红包，耶！我有浪发了，今天这么早下吗？一样怕发烧，怕全身。我有听说，所以明年当然要减少了。你的新公司说谢谢。对，因为今天喉咙不舒服。谢谢 Kate 的文手礼。混打莫德纳怕副作用之后，其他还好。
我刚刚大包有，我要抢到，我要抢到，我抢到了，谢谢。我还没有抢到这块田地，哈？什么？当然哦，呵呵，准备明年了，没关系啦，好了，你们有来我就很开心了，真的。念宝吗？不是，哈，我还不能再聊一下吗？我还想再聊一下。谢谢耳机宝宝的爱的小熊，没来。晚上好，香蕉，这是谁？T哥，还敢不休息？好了，我要真的要休息。下周要上周是下下周吧？哦，是下周。跟星宇一样可爱。你要要要，但有可能去不了。哦，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叫耳机？不知道哎，就突然叫耳机吧。这次公演很满足哦，这次公演很开心。小婉小晚上好，这次公演非常超级满足，因为我有新歌可以跳，希望不会是限定版果果。Peace 哦，好，记得不要迟到，好。打你要全好的好的，那我赶紧休息，我今天还要去洗头呢。今天的第十名是落日一笑笑，谢谢笑笑。第九名是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第八名是志豪，谢谢志豪。第七名是可乐王，谢谢可乐王。第六名是耳机宝宝，谢谢耳机宝宝。第五名是阿健，谢谢阿健。第四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然后第三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二名是带巴，谢谢带巴。今天的第一名是小吴，谢谢小吴。第八名是 Kate， 第八名是我讲错了吗？哎，我讲错了吗？第八名，我刚刚讲了什么？乖一点，我这名就不卷卷。好，我会乖乖。尾椎说想你啊，我收到了，谢谢。竟然会洗头，我已经很多天没洗头。哟，我不舒服哦，我鼻塞很痛，我很痛，没有办法洗头。怎么了？我念错名字吗？第八名是 Kate 啊。我念错了吗？什么意思？第十名是福福，为什么他又很像？第十名是福福猫，第九名是志豪，为什么？哎，我念错了吗？啊？怎么不早说？快下播！没事没事，你继续，我再念一次，我再念一次。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对啊，第十名是福福猫，第九名是志豪，第八名是 Kate， 第七名是可乐王，第六名是耳机宝宝，第五名是阿健，第四名是陆克，第三名是吉米粥，第二名是带巴，第一名我刚刚是不是念错？这个我不想知道。我刚刚讲什么？你不想知道什么？你哪次？那我刚刚说什么？你不想知道？哦呀，哦哦哦，我说。没有啦，我很，你看我头很干净啊，我开玩笑的，就是大概两天吧。
志宏晚安，小吴晚安，嘉树晚安，幻影真是晚安 ，Kate 晚安，建谷晚安，德全晚安，大健晚安，耳机宝宝晚安，阿翔晚安，吉米周晚安，呆包晚安，阿健晚安，可乐娃晚安，樱桃猫晚安，小生晚安，艾瑞克晚安。玉晚安，罗喉晚安，有味道。吉米周晚安，咩扑晚安，嗨，志祥晚安，小白兔晚安，雨菲奶奶，对，奶奶，古早古早味晚安，三周年见大家。再不能也有人关，香蕉晚安要关了，夜风明月晚安，你在等我吗？走 3, 2, 1 peace out， 下一个月见，晚安 L， 晚安，拜拜。乖乖吃药，关播记得与好好跳舞跟好晚安晚安，3, 2, 1 peace。